伊咪来做五条糕啊，五条糕材料遐啊几种只，炸米粉啊，包薯粉啊，炒米茄啊，腊肠仔啊，红辣椒啊，葱花啊，猪脚遐五条咯，切碎碎一些咯，加点虾米，葱条仔。调味些五花粉啊、胡椒粉啊，稍稍盐，所以很简单咯、哦。啊，材料的几样咯、哦。今天做只五条糕，准备一盘咯、哦。今个倒一水啊，呗，那个炸米粉、包薯粉。烤匀匀，接下来咧炒料先。炒到差不多金黄色咧，应该捞上来用咧。现在炒虾米啊。而家我咪粒糖啲，佢炒熟嘅啫。而家放五條膠啲炒，炒完佢咯，炒熟。而家包埋嗰啲，教完嗰啲炸米粉啊、包薯粉啊，教完佢，再放埋啲调味粉啊。哇，好奇哦！到去烂野了，要搞到烂野了嘛，差不多了，七晒了，应该放些滚去，应该在金饼去煎平晒，你去啊煎去煎二十五分钟就够了，这样简单了，然后就做好了五条糕。啊，而家煎到是平平了，亮亮了，加放啲辣椒，放鱿鱼啊，大量鱼啊，放啲葱啊，面条去。芹菜啊，炒啊，这样的芹菜。OK， 今天拿去煎啊，煎大概两十五分钟就得了。两十五分钟过后，看它亮不亮啊，很简单的，五条糕。啊，等我啊。哇，五条糕好亮啊！啊，这是后面五条糕啊。应该好吃啊！嗯，今朝我哋嘅早餐啦，五条糕早餐，好食哦！大家来试下做，好容易，没有难嘅。